正进入选角色的阶段。我这边的场地的问题正在进步推进，进一步协调当中吧。啊，对了，目前的话就是在选角色。这都晚上九点了，还不吃饭吗？不知道咱们具体这边有什么的计划。对，萧何，你把这个事情跟王导去商量一下。好的，赖总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边还选了四个外景地的拍摄地点，可能最终还要确认一下。今天给你做一个泡椒牛蛙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啊！你别下来！你别下来！啊！你别走！啊！你不会摔死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做饭和死亡有什么区别？当当当当。赖总辛苦了，快来吃饭。抱歉，我工作太晚了，还让你自己做饭，这都是你做的。哦，简单做了点儿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。色香俱全，味道应该不错。别的不敢说，做饭这儿我还是小有点天赋的。来，尝尝。你们家怎么还有用一次性筷子呢？吃饭吧。你尝尝，怎么样？这个盘子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啊，从那儿拿的。Yeah.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't, that I won't, that I fail, that I'll never make it out. Yeah.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, never good, fill my head. Swear I won't forget this. Why do I regret this? In my mind, reckless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. Sitting up, I'm breathless. Anxiety's infectious. I feel so defenseless, betrayed. 你们家没盘子了，我看它上面糊了一层灰，就给它洗的溜干净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怎么了？这个盘子是我上周花了300万拍下来。300万？轻点，轻点。还好我刚才洗的时候没手滑。它最值钱的就是这上面的包浆，没想到你把它洗得这么干净。包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关系，我也不是什么斤斤计较的人。只不过像你这么懂事又好强的女孩子，不赔的话心里肯定过不去的。我过得去，我没用心。你说的对，懂事又好强。江湖少年行今天会在微博上官宣，你留意一下，到时候记得转发。发传单日结80、100，太抠了。问卷调查一张有效券5毛，不行。要是发了什么虚假消息，还得担责任。打字录入员签字50，这以我大神般的手速，日入过万不是梦啊！网上这些打字赚钱都是骗人的，让你交高额的会员费。现在这年头想赚个外快这么难啊！你缺钱？很缺。与其在这里找兼职，还不如好好工作。哪天也许他心情好了，就给你免了。哎，
丁兄所言甚是啊，在下准备实施也。不吃了。吃好了，请用水，我来洗碗。妈，怎么了？黎黎，怎么是你啊？要个嗓子干嘛呀？你姐呢？我姐洗澡去了。我刚跟你爸看见新闻了。她怎么跟人同居了呢？嗯，那同居就是演戏，不用担心。再说了，我姐那么厉害的人，那能让自己吃亏吗？再厉害也是个女孩，你让她接电话，我好好说说她吧。妈，你们这趟出去旅游玩的怎么样？你跟我爸这回出去，新不新鲜？刺不刺激？开不开心啊？那我跟你说，太开心了，太刺激了，太新鲜了。昨天吧，我跟你爸去潜水，哎呦，海里那个鱼那叫一个多呀！你说你爸那没见过世面的样，哎，他用那个大裤衩子去捞鱼啊？喂，什么？你刚才那段我都没有听见，我这信号不好吗？玩注意安全啊！哎，你们注意身体啊！哎，那个按时吃饭。哎，放心吧。哎，喂，哎，挂了，信号不好。挂了？这孩子怎么给我挂了呢？哎，我的天，这幸亏是我父母出去玩了，要不然他们不得整死我呀！我怎么交代我？哎。赖总，我给您送衣服来了。女人，这是你亲手给我洗的吗？嗯。这味道怎么这么该死的甜美？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这300万，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还呢？这多不好意思！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辛苦了，早点睡觉吧。啊？嗯？啊？这么早就休息？我不是，这么早就休息了，洗衣服都不管用。算了，别想了，我也洗漱睡吧。
我的睡衣呢？挂了，信号不好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不会在他那儿吧？他不会觉得我在对他有什么暗示，在勾引他吧？不行不行，在他没发现之前，我一定要找回来，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。寡女共处一室，果然很危险。不是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会玷污你的。对不起对不起。他们说的没错，女人果然是口是心非的动物。不是你。每天脑子里都想什么呀？我小的时候发过高烧，脑子不好使。你今天这么献殷勤，就是为了那盘子吧？昨天我说笑的，我们之间不必计较。那个盘子不用赔了。啊？真的？我就说嘛。朋友之间怎么会计较钱呢？那从明天起咱们就是好兄弟了。虽然你是我绯闻姐夫，但你要对我姐有意思，我为你两肋插刀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帮你去追她。你这个姐夫我认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她吗？我就……哦，那你忙了一天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好奇这是谁的吗？啊，我懂，这一定是某位佳人留下的吧？像赖总您这么年轻有为，那爱慕者如滔滔就……可以走了。那我退下了。秦言，爸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江湖少年行的女主有着落了吗？毕小然和赖正义的口风很紧，我找了好几个项目经手人都打听不出来。那怎么办？他现在还跟赖正义同居了，那以后乐萌不就是他的了吗？这个疯婆子，我想要什么他都跟我作对，真是阴魂不散。爸。上次那个车手明明说撞到了毕小然的。闭嘴！以后这事儿不许再提，万一露出点风声，咱家就完了。可是人家车手明明说没撞到最好，要是撞到了，毕小然还好端端的没事儿，说明人家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，指不定手里还抓着我们的把柄。把这事儿忘了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叮咚，嗯，早。我跟你说好消息啊，啊，赖总说我们是朋友，那盘子的钱不用赔了。真的这么好？这不像他的风格。是啊，我之前都是在八卦杂志和微博热搜里头关注他，就觉得他可能是个奸诈狡猾的商人。没想到他人这么好啊！看你开心了，前两天不还说不跟他同居吗？我那时候不了解他，我这得势有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嗯？
水性杨花的公交车。这个姐妹发错短信了吧？怎么了？哥哥不是你的草船，别把你的骚和贱往他那里放。从哥哥家滚出去，你配不上他。看来没错，是对着姐姐来的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几个柠檬精而已。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哎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哼，我才不要听你的呢。你们家哥哥的胸膛温暖又宽阔，我才不舍得离开呢。哼，小然姐，江湖少年行的 casting 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王导跟赖总定了唐娜，想让你过目一下，下午让你去看看他。OK， 好，那我等一下发你时间和地点啊。嗯。小然姐，还记得上次见面您跟我说什么吗？苍天哪，我姐该不会又说了什么怼人的话吧？您说我一定能选上江湖少年行的女一号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说的，娜姐指定没问题。一直想跟您合作，这次终于有机会合作上。您放心，我会无条件的配合江湖少年行的所有安排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还希望小然姐能够答应我。你说，你说。我呢，刚接了一档真人秀，和咱们江湖少年行的时间有一些冲突，所以我想，剧组能不能把我的戏份集中拍摄，争取两个月之内让我杀青，这样我那边也好交代，也不耽误咱们这边的拍摄。这恐怕不太行。小然姐，我知道这不太合规矩，您就通融通融。这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圈内很常见，只不过是早一点拍或者晚一点拍的问题。我相信小然姐一定可以安排好。在聊什么呢？赖总，赖总，赖总你好。是这样的，娜姐呢接了一档真人秀，跟咱们戏的时间冲突了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越是贪心越什么都得不到。江湖少年行的拍摄计划我已经定好了，一共150天的周期，每个演员的排期和海内外取景都已经定好，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档期让整个项目耽误。对对对，您说的对。苏子怡为了江湖少年行直接推掉了张导的电影，但是唐小姐的档期不合适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另寻他人。不是，赖总，我想您肯定是误会了，江湖少年行对我们唐娜来说是不可错失的机会。这样，那档综艺我会推掉，让娜娜专心拍戏。赖总，你也别生气，我刚才就是随便一说，您放心，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江湖少年行的。辛苦了。赖总，你刚才实在太厉害了，三句话就把唐娜给搞定了，太厉害了。我刚刚在这边吃饭，知道你要见唐娜，就过来看看。果然。哎呀，我不行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坚定，没有魄力，容易动摇，这样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哦，我明白，我是嘴笨，而且不擅长跟别人谈判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女主定了唐娜暂且保密，我们开机的时候再官宣。明白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一般都是剧组的规矩，绝对不能提前。没关系，走吧。我给你擦，我给你擦。我真是笨死了。
小然姐姐，我们喜欢你好多年了，我们是小心翼翼的 CP 粉，你们一定要幸福啊！这是粉丝们为你准备的礼物，虽然不值钱，却是大家的一片心意。谢谢你们。小然姐姐，我们还有作业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作为学生，还是功课要紧，快去吧。姐姐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没想到毕小然还有真爱粉啊！什么礼物，这么喜欢，不舍得放下？我倒是想放下，可是他自己不想走啊。你看，真是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我怕是以后再也拿不了笔了，世间再无鱼圈纪检委。你的手只是浇水灼伤，三天不沾水就可以痊愈了。哦，那我倒还是真要看看这里是什么宝贝，害得我进了医院。去死吧，狐狸精！你还记得他们的样子？气死我！不记得。老妖婆，强力胶的滋味怎么样？你要再缠着哥哥，下回可没这么简单了。这现在科技也太发达了，隔着屏幕你都能把我给气死。当心点。关机了，要不让萧何报警吧？报警夸张了吧？没事，交给我，让姐姐我今天教训教训你们。龙不吟，虎不啸，你个渣子真可笑。路还长，别太狂，柠檬精你早晚凉。江南江北一条街，打听打听谁是爹。好了，等一下，还有。把这个发过去，让他们真正感受一下人性的险恶。多了。任总那边得到消息，江湖少年行的女主目前列了这三个候选。他们三个凭什么跟我比？我真不知道毕小然什么眼光。没关系，候选而已，最后花了谁家还不一定。赖总明天要去看景。不行不行，我关节也爬不了那么高。我生理期不能剧烈运动。我牙疼。我身子骨不行。你们这群渣渣，这么矮的山我分分钟登顶，而且人家王导和美术都已经上去看景了，大家快点走。那咱们也只能冲啊。走吧。这么积极啊？他喜欢爬山吗？因为他现在是毕小然。我一步也走不动了，就把我葬在这儿吧。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登顶吗？怎么才到一半不行了？
不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很准确。毕小然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，我死了。快点儿！哎呀，郑爷爷，好巧啊！我刚刚在山上拍广告，你们来看景啊？哎，是。小然姐姐在。啊，嗨。看你留了一头，生怕容易滋生细菌，我用纸。人清闲，上辈子是个锄头吧？这么喜欢挖小然姐姐的墙角，这时候他应该出来捍卫自己的主权呢。正一，喝点水吧。水呢？这个真没带。你看他那个样式，谢谢。我也有些渴，就喝一瓶吧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介意。啊？这么豪放呢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是啊。喝点水缓缓吧。啊？这人的口腔有十亿细菌呢。这是最后一瓶了。早知道我就不喝了，没想到你这么介意。不介意，我什么时候说了不介意？哎，嗯，好水。啊，到了第五集的位置啊。哦。那个第五集呢，我觉得男女主追逐的戏啊，就放在这，你看。哦。第二组挺好的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啊。那个男女主聊骚的戏，就在那个位置。这里挺好的。他们送别的那个戏啊，就在这里边。你看，景色也挺好的啊，也挺有层次的啊。小然，我们家旁听有你一半听话就好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你这么听王导的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巴结王导呢。我们就是正常工作。铁，我跟小然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而且你觉得我选的景不好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王导，你什么时候选的景差过呀？这样，我们把这块当做第一集的出场戏怎么样？这个景还不错，看一下。哎，看那边没有？摄像机就站在那个位置。好好。小然，到时候呢，你过来一下啊，就朝那个地方。遇到不错的景，记得拍下来，嗯，免得回来忘了。哦，好。你看这个景。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嗯，王导，哎，今天差不多到这儿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导演，辛苦了。大家收工吧。好，好，辛苦了，王导辛苦了。拜拜，拜拜。顺利啊，是啊，走吧，好，走，走。啊！啊！我脚好痛啊！啊！正义。我脚扭伤了，你能不能扶我？小何，我等等我、啊，不是，那起来吧，路上滑，我扶着你。啊，不用，我下盘稳得很。快点儿，不能让别人给自己增面膜吧？哎呀，哎呀，这老腰，这制片人太难当了。哎，哎呀，还没有我当狗仔舒服呢。嗯，这个肾爬的我老腰都疼。哎呦，不行，洗个澡睡觉，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哎，啊！你怎么在我屋啊？这是我屋啊。我以为这是卫生间呢，我没看到你的腹肌、胸肌、人鱼线。这两间房间是相通的，没关系。你看到了，我也不用你负责任。当爱慢慢变得棘手，当你的手。
手边的温柔，当你说爱我，傻傻的看着我，突然转身要走，看着你送我的温柔，看不到你时的寂寞，每当你笑着，天空就会出现彩虹。世界多了一个你，做时间的轴，你用那纯净的心定格世界，就像牵着你的手，不用回头，余光里的满是温柔，盛开的花是你，温暖了我的世界。就像牵着你的手，不用回头，月光里的满是温柔，盛开的花是你，温暖了我的世界。就这样牵着你走，绝不放手。Go.